初次见你，按摩椅上初次见你，怎能美得如此稀奇？那大白腿在我脑海里挥散不去。第一次见皮肤能如此细腻，搓澡不得搓秃噜皮，就是穿的有点问题，衣服斜坡成这样哪能洗？哇哦，哦这么困难还做按摩椅，难怪没有对象陪着你，用钱买件衣服蹦个迪，明天坐上大款的法拉利。美女其实我开玩笑的，无论如何我不嫌弃你，想要借你的心意等不起，如果你同意就比个心。